他从没打过车。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呀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。你把头转过去，你不。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吗？快点。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！孔真。哎呦！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哎呦，我的你刚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哎呦，稍等，稍等，我先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一下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病人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喂，你慢点慢点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哎呦喂，哎呦。你千万不要跑。我的娘哎！你把他的肩膀这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！别动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一三五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来吧。咋办呢？你只能陪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讲。我走。No no no no！ 哎呀！